到了这里就是剑，剑到无头生死线，手攀了卷上就来电，缠着我说断头要不见。台股每天都出圈，做多的人三餐吃泡面，国安基金都在骗，最后也是只买台积电。钱钱钱钱钱钱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融资买台积电，贴五元就借，最后借满脸的血。不懂研发疫苗解药的我们，都以为可以买在反弹的瞬间，相信台积电会破一千，在这一刹那跌破了年限。不懂怎么融券放空的我们，还以为玉山金是金融的防线，先行能有多空，空有多凶，当公园里面全都是古董，心碎了才懂。